尤其有苏力控就会长霉菌，漏水都是从这边来的。喷霉问题，它是苏力控的回春剂，除霉不必久，一喷干净就有。慕斯灰膨胀就是在咬菌，这么高才有效，消下去才会跑得进去。霉菌不止在表面，一拉开都在里面。表面七十年，里面都是黑的。喷霉问题，哔哔啵啵全部都渗进去了。慕斯才能深入霉根，斩草除根。以前他牌清洁剂通通都流掉，霉菌根本除不掉。霉问题就像奶油一样，一喷就粘住，喷天花板也不会掉，这么粘才有效，霉菌才除得掉。霉菌不用洗，用冲的就可以，除霉免手刷，杀菌就靠它，保证有效，7天鉴赏，无效退费。